宝宝今天休息，我去接他了哈。嗯。今天宝宝休息，登哥已经上顿上去接他去了，我就和妈去超市买菜。今天妈买菜还背个花篮，妈，宝宝下来也把花篮买没吗？是，多买个。我们去买点生蚝。选嘛。吃啥啦？嗯，今天弄个生蚝哈。去买在网上买点的蒜，回娘家吃。放个姜、蒜、料酒，出个水。邓哥，你来炒生蚝嘛？那生蚝不好炒。排骨你吃味道清淡一点吗？还是稍微味道大一点？味道大一点。那个不好吃，吃的好吃。还可以哈，还挺肥的。这不好吃，姜。排骨会放在高压锅里面压。放开水。等哥的刀工作用。香香。我不吃的饭可是哦。先把这料倒进来。中午也是嘛，要饿死我。有那么饿吗？嗯。哪个喊你早上吃那么少？啊？来，宝宝，我帮你。我自己。你先尝尝花，吃什么？你马上锅巴都可以嚼了。下午帮你装。耶。嗯，开心呀。哦哦。我自己。自己吃吗？我们在屋里面经常都吃，再加点萝卜，好甜啊！别人都吃肉，你吃萝卜，要不吃？啥子一壶啊？冬的。哎，你这个人，刚刚就肚子饿了，你不多吃个哈？饭吃了，你染这个把宝宝头发染的嘛，妈。过几天把宝宝吃回来就可以吃毛了。我都扭动了，我们就吃毛了就去。开的肯定不习惯哟，反正你拿钥匙，我坐起就没得，慢慢就习惯了。有个适应的过程。可能刚开始戴上不舒服。看来还是我们的生蚝像同些，生蚝都吃完了，下次我们可以多买一点，宝宝也喜欢吃。你也喜欢吃吗？也喜欢吃。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了哈，下期见，拜拜。拜拜。